日本兵库县立鲁屋高校出身，总共300多人，近期来到在台湾的姐妹校三中高中参访。学校特别安排学生跟大家到阵来享用中昼顿，学生阁安排精彩表演，咱做回去看卖。日本兵库县立鲁屋高校学生一边享用中昼顿，一边欣赏学生带来舞蹈表演。这摆日本学生总共332个来访。然后希望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受。今天日本兵库县的鲁屋高校连续第四年来到我们这边做访问。那这间学校它是在日本的关西地区是关西地区一间非常有名的学校。那他们四年前第一次来台之后，那我们给他非常盛大的接待，所以他第一年就跟我们签了友好协定。那在去年我们也正式签订为姐妹校。那今年事实上他们总共来了319个学生，那再加上13个师长，那也是在我们最近这一年来我们都密切的联系，所以可以说就是我们一直保持这样友好关系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已经连续第四年的参访活动，不论是来访的日本学生，也是负责接待的三中高中，双方拢用真侪心思来准备，希望让这摆的参访留下美好印象。我们班有准备跳舞，然后有女生在跳舞。会担心说语言的问题？不会，其实，只要能够表达意思，就算是用很烂的英文也可以。这次我很高兴能跟大家交流，也准备了表演，所以我希望能跟大家过美好时间。谢谢。这摆菜单设计充满台湾味，展现主人的心意。虽然日本学生未晓讲中文，另外从教的学生也未啥会晓日语，但是双方以笑容加肢体语言来沟通，也是互气氛相当欢乐。记者彭建凯、林金如，三重采访报道。